亲密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象棋节目。今天带给您的仍然是福尔加坊杯全国象棋女子甲级联赛的两盘对局。和我一起为您做棋局讲解的是特级大师张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象棋讲解栏目。今天带给大家的对局呢，是由广东队的陈立纯，也是广东碧桂园队的主将一号主力对阵呢，来自黑就是也就是黑方。来自浙江棋协队的唐思南，对，我们还是来看对局吧。对，飞象，飞象也是陈立纯喜爱下的一个开局啊。嗯，那么浙江呢？马尔济斯在本届象甲的比赛当中呢，共有两支女队呢进入了本赛。对，那浙江棋协队呢，我们也把它俗称为浙江二队啊。对，浙江二队。他们的一队金海英领先啊，对，他是先走的居九平八，对，先走的居九平八，红方马八，然后马八进七跳，这样呢就双方以，飞象对左中炮，堂堂正正啊，这个棋呢就是黑方呢一般多走马二进一，形成五六炮，也就是五四炮的这种阵型，就是飞象对五六炮，对，这个阵型呢是，原来呢是河北队的。对这个阵型非常有研究啊，特别以刘殿中老师为代表啊。后来申鹏他们走的也很好。是他的这个五四炮的意图就是不让他封车，然后这儿有个牵是吧？对，就说根据这个阵型的特点吧。对，随着你变我去变。另外呢，一个队呢就是江苏队啊，最近几年呢他们也采用这种战术比较多。哦，也喜欢走这个。你像王斌啊、李群呐 他们也都是对这个。体会比较深，这个是不是联赛是这样？男的爱下什么，女的有可能就会跟着下什么。这个、因为他们老一起训练，是有这种可能受感染。对，是有这种可能吧？是吧？因为这个男子水平可能还要明显比女子高一大块。对呀、所以女子通过这个象甲的磨砺呢，也会越来越提高。对对对对，因为经常实战嘛，对，这女孩子就是实战下出来的，对，所以为什么广东队培养的机会也比较多，所以成绩也比较优秀啊。对，当然现在广东队呢，女队也是一支传统的强队，原来这个对，最老的有第一届女子全国冠军，你知道是谁吧？刘碧君是吧？不是，第一届是黄子君啊，黄子君，对，黄子君，第二届是谢思明得的啊。这个广东队有两黄，黄子君、黄玉莹啊，都是那个棋坛太早那个。一个是杨国林，还有一个陈松顺，哦，陈松顺老师，那都是我们前辈啊，那个、都是我见面都是叫大姐的了，他们都比我大个七八岁、八九岁，黑方拱七卒，红方是拱七金啊，黑方炮平顺，黑方呢采用五七炮阵型，直接攻击红方七路，有针对性哈，就是说这种走法呢，它是一种特殊的走法，嗯，一般来讲呢，就是这种不好，但是红方马进马以后呢。黑方有马七路来登这个中兵哦，这个呢也是在90年代呢出现的啊，由男子专业棋手呢出现的这种走法。它也是左中炮的一个战略意图啊。对，嗯，就说这是一个特殊的走法。那么这个走法呢，在最近两三年的象甲联赛当中呢时有出现哦，男子所以又成为了一个较为小热的布局啊。我们就是不是大热门，但是呢。会时常不断地看到这样的走法，是吧？经常会有老虎翻新啊。上海队的孙永征，湖北队的洪志，这个男子高手都这么走啊。寻砖也走过，是吧？走的不多，就走过一盘。有的时候就这样，棋谱是这么有人下就带出来了又啊。然后呢，红方这个时候他就变招了。我刚才说马七进八最多，这是正常的，最常见的下法。啊，然后他走炮二将，这招棋呢就比较少见。那么对此呢，这个唐思南呢也毫不客气。马七进六就是封你和当然马二进一也比较稳，也是可以。对，正常出子也不错。他马七进六呢，本身也不是，很差吧？哎，这样红旗快速出车，车九进一，马上苗头指向河口马啊。对，嗯。那黑方呢，就卒三进一冲。卒三进一冲。因为这个棋为什么他不能直接冲呢？直接冲，我们再补充一句，他马七进六就占优了。哦。你拱过来，我打是先手。这就是他巡逻炮的最终意图，嗯。但是黑棋不会让你那个如愿所偿的，就是。你想什么，我就让你走。然后车九平四，车九平四，这儿双方呢就短兵相接了。哎，卒三进一拱，就是开局就打起来了啊！
就是阴刺。女子的棋就这样，很有可能没几步就交锋了啊。这几步棋双方走的还是不错的，是吧？然后炮三进五一打，炮三进五一打，啊，就说都是比较正常的进程，这也没看出来什么太大的区别啊，是吧？对。但是打起来了，我觉得老是比男子的快。因为这个下棋来讲呢，他可能是更需要理智，是吧？啊，在当然也需要激情，对。但是从男人跟女人这个思维模式来看呢。女人可能更艺术性一些，女孩比较感性啊，对，更感性一些。就老是男同志呢，可能更加理性一些。对，反正我觉得对于分寸的把握呢，可能设想的更长远。对，女孩就是更冲动一点，我感觉上这怎么走了，夸我就走了，走了再说。更加是直观，更加直观，因为思维模式所限。男孩就是算的比较细，都是可丁可卯的，我再这么走。嗯，这个棋呢，就如果从正常来看呢，就红方下午进七也可以略占优势。哎，飞了是吧？简单飞了。红方肯定也是占点小优。啊。但实战当中呢，这个陈立纯呢，他就选择了炮二平三，直接去大胆进攻。对，陈立纯也是这个风格，也是挺陈立纯呢积极的一个。他虽说没有拿过全国个人赛的冠军，对，没有拿到过，没有带过这凤冠。对。他是2001年大师赛通的特级大师，对，但是呢陈立纯呢也多次呢打入前三名，对，有一度他的棋风呢也很泼辣，对，带领广东队也取得了不少团体的成绩。团体成绩呢，广东队呢最近两年呢女子呢也是不错，对，也是不错，一直在前六名。去年的全国个人全国团体赛冠军、对，去年还有呢，就是2011年女团的冠军，就是是吧？不是全国锦标赛，是全国女子团体智力运动会的女子团体专业组。对，当时是石凤兰、陈杏林，对，还有这个陈立纯，他们后面的这个几个小将还都挺厉害的啊。那广东队呢？于老师的带领下，是广东队呢，在这个碧桂园这个大力赞助下呢，这个男女这个两个队呢，应该说发展的还对他们气氛比较好啊。炮二平三比较强势，嗯，那么黑方这个棋呢？也走了一个好棋啊，这个唐思南呢，今年呢也是刚刚啊在个人赛当中呢显示出这个比较不错的素质啊，今天个人赛是进了前六名，是吧？对，他呢走的也挺有力量，他走炮五进四，一打将，次序走得很好啊。对，这个很必要。对，你不能失四进五，因为带将吃。对，看你补士，把你的士破到十六进五，嗯，然后他再吃。然后一打将，对，黑方在直视，然后红方只能登车，对，黑方呢马上进三跳，这样张老师是不是可以考虑车进二长一个呀？哈，车进二，我老觉得这个车有点慢。对，车进二呢，就是将来多了一个车平六，是吧？这种抢先也是可以的。对，马上进三正常，甚至是更加快速的，是吧？马上进三本身也不是很坏啊，他进马一登炮，黑方炮五一，嗯。这个时候啊，就很有学问了哈。这个到底应该怎么走？本来这个棋呢，黑方呢，就是去登的时候呢，嗯，黑方这炮肯定就要逃，对啊，对，不然的话让他登出去，对，这肯定对，也不能甘心换了，换了炮过去也受不了。红方呢，又马三进五继续登，对啊，因为红方呢也要正常出动大子，那边对不够了。哎，这个棋呢，到了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啊，就是形势转换，是吧？布局到中局已经完了。啊，就是已经开始真正中局的战斗了。对，开始。这个棋黑方呢，应该走车一平二。车一平二，对，吃哈。因为这个车不能就老不出。嗯，就是。他如果登这个的话，黑方可以走车二进五。车二进五，快速把车出来啊。对。这应该。这个棋对红方呢也威胁比较大。对，应该是黑棋。如果你出将的话呢，你将来马跳不进去了，我也不怕。啊，那车二平四闪。你如果走，你出将他还可以炮三对一之类的。如果你走。飞象的话，也有炮三平打兵的棋。对，这样总觉得车包你要把马进六直接跳，黑方可以炮五退一，就把车断住。反正我三路炮守着这草马，将来还有车二进四。对，这个车在这儿，黑棋好像不怕了，就。对，这个棋呢，就是黑方应该这么下。那黑棋可能当时走的有点随手。他呢，实战当中走了一个下卒，这个棋呢就给了红方特别好的机会，而红方在这个回合呢，走的也不细。红方应该走什么呢？这个地方红方应该先走炮三平一，我们看，如果你在车一平二的话，哎，这个是车马炮要比速度的，是吧？他一吃，
如果你吃胖了，我们简单就分析就行了。抽筋，一枪把你脂肪抽了，红旗占优了。红旗占优，将来马五金三很厉害。如果你直视呢，红方还有一个泡八进六，泡八进六，你追出不来了，生塞在这儿啊。这期肯定红方占优。对，这样红旗也厉害。甚至红方还可以将两局再塞也行。对，那个都关系不大。对，将来锁边了，一滑了，然后把炮退回来。然后他如果将五平六呢，红方呢就很简单的马五进三跳，很从容的三子杀了，快下步一将马三进四，马四将绝杀了。这个棋黑方肯定对这边没棋，所以说呢，当红方平炮的时候，黑方就来不及出局了。哦，所以象棋这里面次序很重要。如果你飞象的话，红方再退去吃，将来车四平二是先手了。对，然后你要拱民族，他可以再跑八进四。嗯，这个棋啊就完全不一样，你炮五退一。他可以马五进四了，而且你多了这么一个象啊，这个还将来马能踢到他吗？对，还很麻烦。那么实战当中呢，红方呢没有先平炮，这个错失了一个很重要的机会。他先车退一了。对，这儿又给了黑方一个调整的机会。黑方这个时候他又没有走出来，又应该车一平二。黑方应该现在车一平二，是刻不容缓。又应该车一平二。如果你吃两次应该车一平二，然后就让你吃掉。对，吃掉。这个棋呢，黑方不是很怕。如果你车五平二，我就可以车退三，退手。你平炮，我就卒三平四拱你，把这个马拱死。你这马没有脚。如果你车二，车平四哈，就是说看了要马五进四往里跳。那么黑方这个棋呢，也可以车二退三，因为他将来有马三进四登车。对，这是七哈。登，他是向回退，你车二退二，你也回撤。坚守。啊，对，把他守住。黑方多卒。主要是车能帮上忙了，黑棋。此外呢，黑方还有卒五进一，心里就踏实了。走法也可以考虑，是吧？总之呢，就这个棋呢，黑方把这个炮换了以后呢，并不是很怕，是吧？但是实战当中呢，黑方就没有走这车一片儿，这个棋结果一直没有这个对吃的意识啊。结果这个棋呢，就是一发不可收拾，就控制不住了。所以可能这女子选手就是这样，这个很关键啊，这个地方不太细。啊，唐思南呢，就是说的水平确实也有明显有进步，是吧？但是可能在这种差点，对经验啊、火候啊，这个前后拿捏的尺寸，在这么大的比赛里面，尺度啊，不好掌握。他炮五平一，这样红方就炮五退一，炮五退一，红方就进攻了，炮八进四，炮八进四，准备打兵。对，这样只有不能让打过去，就冲炮三平一四。但是现在红旗比较简单了。对，这儿呢，就是说现在他挡不住了，就是说什么呢？他有车四平二，马五进四，就三子回边了。对，这样黑棋没办法，只能支个士。他实战是支了个士，这车也实在是出不来了。如果你车一平二的话呢，他就是走，先马五进四也行。车一平二，他就是站不住。那他要马五进四再往里跳。对，有可能。所以他先补了个士嘛，他觉得他跳马太厉害了。但是，总之，这个棋呢就已经无可挽回了。对，车四进三吃，他支了一个。那黑方呢？这个棋呢，由于没有车平二，这个棋啊，黑方输得非常可惜。就是说，棋走输了。下到这儿，车还没出来。他那个车没出来。对。那个他就是唐思南水平再高啊，也让不动陈立春一个车啊。是吧？所以我们有时候说这车必须得参战啊，要不然这棋就没法下了。他出将。马五进四，马五进四一跳，这个两个人这个仗打起来了，黑方呢这个这车不光没出，血藏了一个车，对，然后这棋实在是不行了，你不能三个子儿跟人家带着车的干，对，差了一个车拼不过，最后几步我们给大家将五平四，然后将五平四，然后他马三，马五进四，马四进三，现在该黑方。红方马五进四以后，黑方走飞象了吧？飞象打车，他走车一进二了。对，车一进二，对。然后他马四进三，他飞了个象，对。这守不住了，这棋啊。对，守不住了，他。红方点一将上将，比较简单了这块。提一将，主要是上将他登中士，他也可以。比较惨这个。他走这个哈，他就提一将。他上三楼。对，上三楼，然后他先勾了一下，对，回去，然后提退车。这局总之黑方怎么守也守不住。对。他又上，他又上一个。他一将，然后一平。那这盘棋呢，最终以红方陈立淳呢的胜利呢而告终。我想，可能这个浙江队这个后起之秀啊，通过不断的磨砺呢，对啊，未来还属于他们的。对，是啊，他将来练练这棋应该。那好，稍后呢，不得了，我们再给大家介绍第二局的精彩的对局。
接下来呢，我们带给大家的这盘对局的双方呢，一位呢，红方呢是来自浙江波尔州城的特级大师金海英，另外一位呢是来自安徽棋院的赵银。对，两位女子选手啊，特级大师之人。红方选的是骑马。对。哎，这也是金海英比较偏爱的。对。嗯。金海英呢，也是象棋界的一位才女啊。对，是。这个她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呢，刚刚毕业啊，哎、读完了这个、七年书，是硕士研究生毕业。是吧？后来呢，又回到了这个浙江。哎，浙江这个体工大队，她现在在浙江队里边呢，当这个女队的教练。哦，所以这浙江队现在的小孩这么对啊，突飞猛进啊，跟她有关系，足球精英。对，应该说呢，确实呢。浙江棋风也盛哈、啊，很多少年选手呢也都在学棋。对。那么金海英可能也对这个弟子呢进行调教。对对。可能还是，对弟子的提高呢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而且我看好像他们这个小女孩后面下的棋有点像风、那个金海英的棋风、啊。开局上有点像。对对对。对、嗯。因为他们这个横车七路马走的都必定有感染啊，炮二平五。对。车九平八。马二进三跳。这儿形成了一个等于是红方青马对阵平马的阵型。对，比较常见的是车进一啊，对，或者葡萄将。对，金海英呢，应该是在1998年获得的全国个人赛冠军。全国个人赛冠军。啊，后来呢，他又得到了这个世界冠军。嗯。啊，对。这个代表中国队这个出赛，对，是99年获得的第二年得的世锦赛冠军。嗯。应该说也是。一个比较资历老的这个冠军了，棋风比较犀利啊。对，嗯，金海英的棋风呢是比较能在把平稳的局面搅乱，对，然后搅乱里面找机会的那种。你跟金海英下过棋吗？下过棋，也经常交手、啊，反正他就是那个风格比较突如其来的什么招法，啊、有点冷僻，嗯，尤其是金海英中局作战能力确实还不错啊，他中间的纠缠能力比较强，选择了这个五九炮。嗯，这种五九炮呢，就是走的比较少。对，这种看上去居于平二，为什么比较少呢？可能就是觉得红方先周效率不好体现吧。这样，我觉得老是能被封住，很有点难受啊。啊，黑方应该走炮二进六压局。哦，炮二进六是吧？应该是走炮二进六。炮二进四，他能跳马、啊。对，炮二进四，你总是给他马进六的这种利用嘛。哦，这样正好那个车没出来。你出我就打嘛。正好炮八进六哈。你车偏手，我也炮八进六。双封。啊，这个棋呢？但是呢，这个赵寅呢，可能对这个棋啊理解的不够，嗯，啊，他走了一个象棋进五，哎，这个有一点落入俗套，对，就说也不凶狠，稳呢还不好稳住，嗯，啊，安徽队是这样，安徽队也没有什么特别出名的男棋手带他们哈，啊，对，在高华老师的带领下出了几位女子选手，其实安徽队啊，历史上啊，男子选手很不错的，是吧？原来有这个上海最早的。上海的知青插队过去的蒋志良，哦，蒋志良获得过全国前三名的。嗯，然后后来呢，这个中青年代呢，有邹立武老师，哦，邹立武，有张元奇老师，嗯，还有许波老师，是吧？这几位选手呢，应该说在全国实力当时也是不错的，是吧？因为我出来比较早，85年就是你说的这些，我下棋的时候，对，他们我对下棋了。那个这么多不怎么安徽的选手呢，应该比较熟悉，是吧？而且安徽的棋风呢也很盛。哦，因为这个我们队的这个唐丹呢，就是安徽人。哦，对，啊，当然，对，当然唐丹呢，他是到北京队。对，他从小就在北京。对，他两岁就到北京来了。对，他在北京。然后呢，他是在北京这个学的棋，上的学。对对对对对。他跟这个安徽棋呢，倒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是。但是就说安徽这个人呢，能吃苦耐劳，是吧？啊，灰骆驼嘛。但是他，我觉得这几个女孩都是自己在家摆出来的这些。但是安徽呢，啊，就是你说的一点也不错。嗯。就安徽有一个什么最大的弊端呢？就是他没有男队。对，因为他专业队就是女队。赵寅还有和他的这队友梅娜，嗯，两个女孩子呢，有时候去外地去训练，那总是这不方便。对，就是缺少男棋手陪下。高华老师本身女子高手呢，岁数大了，带他们也比较吃力。对对对对。他没有一个特别合适的这个男子相对水平好一些的来带他们呢，确实也是有点怪。所以现在这个各种棋牌都是男带女的棋风比较盛哈。对啊，哎，你看所有的这个项目，对，嗯，包括乒乓球、羽毛球，对对对，当然个别的，你像郎平啊，嗯，他也能带女排，那得是个别特别尖子的选手。但是很好的环境会造就更高的水平出来，嗯。
红方呢这个时候走车八进六啊，车八进六，对，所以赵云他们在布局上就是有容易吃亏，对他不太讲究、啊、对，但是他们两个人也不错，这个今年呢我也特别问了一下，他们是安徽是梅娜、赵云还有赵东，赵东 啊这都是他们这个安徽棋院呢也正好和这个安徽省体育这个设计中心呢合并办公在一起哦，哎，然后他们现在除了自己要搞专业比赛以外，嗯，可能也经常搞一些群体的这个活动，是吧？好像赵东在搞这些事儿、嗯，对。然后他炮二进一，然后红旗出车，黑旗拱，卒三级，哎，红旗退，对，这个棋呢也正常吃了，一吃平。那么安徽女队呢，在历史上呢也曾经获得第三啊、哎，两个小姑娘，这是最好成绩了哈，也非常也不容易，确实不容易。嗯，在自己的钻研之下，基本上2010年是吧，获得了全国高华老师的带领下，对，顶，这样比较正常的是炮八进一是吧？对，这个棋观子用长炮、哎、这样牵、哦、你拉住他在车八进一，就这个棋的本来啊，哎，这个棋有点像那个直方车了啊，就这个棋是啊，是吧，对，这有这么一个非常啊著名的棋谱哦、啊，这个很多高手都下过，像许云川对洪志，嗯，啊，于幼华对赵国荣，就是这个像的哈、啊，就这个对局啊，大家上网一搜索，是吧？能搜到一二十盘，把这局面一放在那儿，夸一，有可能就看到了啊。但这个棋呢，黑方呢，尽管这个象有一点别扭，但是不影响是吧？但是整体上来看呢，倒影响不是那么大，因为架子还是比较正。影响肯定会有影响，嗯、但是没有那么严重。就是说黑方应该这么走，就有点别扭。对，嗯。但是这个棋呢，黑方没有走这炮八进一的，他走了一炮平三，这一下赵云也比较凶猛啊，对，嗯，试图在红方底线有点作为、啊、那红方这个棋就把它吃掉了，哎，但是我们棋朋友们看看这个到底有没有棋啊，对，出胜负手了，等于一打将，嗯，一直是这样，黑棋一撕，红旗炮炮九零八，哎，这个时候啊，就说也不说黑方一点反击能力都没有，对，他也有点牵制，但是需要你走的精确准确、啊、嗯，那黑方这个时候走什么最好呢，啊，这也实战里面可以让大家呢稍微去想一下，嗯，啊，应该说这个浙江队呢也是一直得到了这个波尔州城，来自宁波的，对，浙江的赞助商比较多啊，这家企业比较，对，这个赞助，因为浙江波尔的州城的这个吴总呢对这个象棋呢非常的执着，嗯，好像还办过比赛啊，波尔州城杯，好，对对对，嗯，所以浙江棋风一盛嘛，大家的整个气氛就好，应该是胡总是吧，哎，对，他对象棋也非常执着，是吧，黑方最佳的走应该走炮八进五，哦，这样会对红方呢有比较大的威胁，这个意思就是拆红方的布置线，看你怎么应啊，你对，你要打了就吃了，打了就进去，那红方还坏了，就是如果你炮八进二的话呢，炮八进二顶他还打掉你，然后再车八进七，你车平三，他再马七进八，两边骚扰啊，理论上也是认为红方多次好、嗯、但毕竟黑方呢还是有一些呢像样的反击，红方还是有点别扭，对啊，这已经是最好的象，但是黑方的没有走出来，他走炮八进六了，这招棋一下就把棋呢走坏了、啊、就是没有跟上，没跟进，红旗炮八进二，这是不让他压啊，对，嗯，这样黑棋值得一提的那个金燕英带领他的这个队友也是他的学生吧、嗯、陈清廷呢在2013的全国团体赛当中呢这个首次呢为浙江女队呢夺得这个女团冠军，应该说浙江队的这个有史以来呢也第一次得到了这个团体方面的就是象棋方面的第一个桂冠啊、哦、真不错啊，成绩很不错，嗯，黑棋卒一进一进啊，卒一进一，这个棋就是说红方呢他把它对炮，由于太从容了啊，对，这个棋红方就比较潇洒了哈、啊、对，就红方尽管走到又不用走特别精确，就是黑棋自己送上来了、哎、然后又没跟上，对对对这个在女子赛场也有时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但是男子赛场万万可能看不到这几年、啊、也有也是吗，也有，那时间紧张我估计、啊、但是一般可能因为那个男子力量大抗打击能力会强一些，对、啊、是，那么本次比赛呢也是得到了这个福日家纺的这个大力赞助，他是来自这个山东高密的一家企业，好像比赛中间还去参观了，对，我们那个所有的棋手还有各队的相关的人员呢，嗯，都来到了这个
福瑞家纺的这个生产车间，嗯，它生产了很多这个毛巾呢，是吧？还是挺不错的，做的家居用。而且大家呢还跟他们当地的骑友呢进行了一个实对实的比赛，哦，结果还交流了一下，结果女子就是每个队出一个代表，出战了。当然说你有没有是赢的呀？当然这个女孩啊并没有这个出战最强的，哦，就是相对来讲呢就是差不多的，嗯，最终呢这个女子选手呢是让对方这尝鲜，哦，女队呢是3胜2负。可能是五合，将将赢了一盘，是吧？啊，要不4胜3负，这个具体的胜负情况，所以这骑兵朋友有时候看这个比较过瘾，他比较接近啊，对，对，他有的时候更接近于自己的想法。另外呢，也是得到了这个高密市政府的这个大力支持，高密市体育局还有高密市骑协等等这些人员呢，也都是跑来跑去为这个比赛张罗。哎，因为这个比赛就是高密市政府牵头，嗯，给这个中国象棋协会赞助的，搞的这个大型活动，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企业来关注象棋啊。好，嗯，好，那这个棋局我们再往下给它推进一下。好，时间呢也不是很多了。16进5，然后红旗出将。嗯，他对他出来也行，他G2进2哈。对。G2进2，来，我们速度快。啊，不是，他先拱的兵。啊，他先拱的兵，啊，打了。然后他这会儿。对，然后他G2进2。啊，G2进2这些都没用。啊，对。他出将。然后这个棋跑阿平四，嗯，一平这个叫，对，哎，这不对吧？不对，他先把7进5填了一下，啊，但他走了个G2平3，对，G2平3，对，是吧？然后他出将，为什么这棋不好看？就是黑棋已经没什么办法了。他跑阿平四，我老觉得这红棋，啊，然后他有点立体了，回来，对，啊，没有，他先走一7进5填上了，填上，对，就是走到这儿吧，这样，这啊，对。然后他炮再回来，对，就这样，对，没办法。那我们抓紧最后的时间，嗯，啊，嗯，他又马五退棋退了，无奈，对，他红方G6平3一压他，嗯，然后G2进2一捉炮，嗯，这样他马五进7填上，然后G8进7。捉马就是黑棋把所有该走的都走净了，嗯，但是还是没棋，这样就比较麻烦了。我们就光买棋吧，先不做评论。好，啊，炮五退三，退三，嗯，然后G2平4，平叫将，嗯，他进来，哎，G4进2点，后马进5，让前马进5踩。对他这主要有一杀，对他有一个，然后G4退2一退。嗯，这样不好守了。一将一进来，一蹬又一将，这样组合了啊！一炮阿平四，这棋就走到这儿呢。他主要有抽，有抽子的棋，那么黑方就是只好落败了。对。那么现在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就给大家呢介绍到这里。这盘棋最终呢是金海英呢战胜了这个赵寅，取得了这个胜利。嗯，对。那好，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也感谢您呢关注全国象棋啊。首届的女子甲级联赛，好，感谢您的收看，朋友们再见。朋友们再见。